该吃饭了。终于有饭吃了，我快饿坏了。咦，你怎么不吃啊？真是不可思议，世尊是这么庄严，僧众是这么多，个个威仪具足。我们前世肯定没造什么善业，所以今生才会这么贫穷。若再不供养布施，来世我们会更可怜。怎么办好呢？我们家中有没有可以作为布施供养的物品呢？家里没有什么贡品，但供养不在于多少，只要以清净心，即使对世尊做个小小的供养，功德也是很大的。所以为了今世与来世不再贫穷之报，我们应该好好的供养世尊。我们今天晚上回去收拾一下，明天带过来。好，我们就只有这些东西了，苹果还烂了一点，但愿世尊不要怪我们。世尊来了。世尊，世尊能不能接受我们的供养呢？啊，世尊请坐，请世尊接受我们的供养。你们的机缘已经成熟，我观察你们的根基，现在传你们相应的话。多谢世尊。今天就讲到这儿了。多谢世尊。我们已供养世尊的善根，希望从今以后不再受贫穷之苦，并希望我们的田地庄稼全变成黄金。田地变成黄金的愿望真的实现了，不过我们最好还是征求萨迦国王的允许，否则我们不一定能享受到这些黄金。你先去禀告国王，并且献给国王一块黄金，这样比较好。没错，我这就去找国王。你简直是在说笑话，田地怎么会变成黄金呢？请国王陛下派一个人去田里查看，田地真的变成黄金了。好了好了，我这就派个人去查看，你先退下吧。谢国王陛下。报告国王陛下，微臣到田里查看，看到的只是一块田，并没有黄金。大胆刁民，竟敢戏弄本王。国王陛下，我没有必要欺骗您啊，请您亲自看一下，我们的田地真的变成黄金了。你是造了很大的福报呢，还是遇到了很殊胜的福田呢？我是遇到很殊胜的福田。好吧，本王就随你到田里去看一看。请国王陛下查看。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得到这样的福报？是我们供养释迦牟尼佛并制成发愿后才得到的。不必担心，这是你们自己供养发愿的功德力，所得到的福报你们可以享用。不过我希望你能广行供养与布施，这个很重要。国王所说的颇有道理，现在的富裕全是世尊加持而来的，我应该报佛恩，上供下施。
请世尊及众比丘僧接受我的供奉。世尊，是什么样的因缘使他的田地变成黄金？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他能在佛前出家，并证得阿罗汉果位呢？希望世尊为我们开示。这是他前世和今世两种因缘所成。过去生的因缘是贤劫人寿20000岁迦瑟佛住世时，他是一位婆罗门的儿子，长大后出家。临死前他发了一个愿，我在迦瑟佛的教法下出家，没有得到什么成就，希望未来能在释迦佛的教法下令佛欢喜，出家证得阿罗汉果。现在由于他往昔的愿力已经成熟的缘故，在我的教法下出家证得阿罗汉果位。现在的因缘则是，他做农夫时每次见到我，内心就充满无限喜悦，并以清净心供养我。以他清净心供养的功德力以及我的加持力，使他的田地变成黄金。
啊。